来喽！大家好，我是南爸。今天晚餐我做了个豆腐肉盒，其实呢，它也是我们家里年夜饭的常客，寓意啊和和美美的。先准备个馅儿，肉馅拌入调味料，就是屏幕上这些都是很常见的。另外呢，再准备一些葱末，500克老豆腐捏碎，这个啊很减压的。用纱布把豆腐多余的水挤出去，这样呢能少加一点干粉，豆腐的香味更浓。再加一勺面粉，一勺玉米淀粉和盐拌匀，在手里捏一个窝窝形状，包肉馅啊有个小窍门，最后再加点葱花，这样不会产生臭葱味，平常包包子包饺子都可以这样。最后抹点油团成个丸子形状，放入平底锅去煎，全程保持小火，一面定型之后再翻面煎另一面。煎熟之后呢，像这样表面金黄酥脆的。最后咱们来调个酸甜口的汁儿，锅里倒点底油，打点蒜末，炒香之后呢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儿，水淀粉勾芡，最后再淋点油，这汤啊就亮了，浇在豆腐肉盒上就可以了。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。